好，我这次要推荐的是法秀系列的护发香水。那我会买这个原因是朋友推荐的，那我就去买了一组来使用。那使用过后觉得效果非常的好。像它这三种，它有这三种不同味道，那你就可以随着你不同场合、不同心情来更换你的味道。而且它的效果非常好，它可以让你不会毛躁。就让你的发丝不会纠结，而且它可以抗紫外线。抗紫外线之外，它还可以保水，就是你可以随时补充你的水分。像我最喜欢就是这瓶玫瑰，它这瓶就是味道是我最喜欢，因为它会让你有女人味的感觉。那像它还有其他薰衣草跟绿茶的味道，就是你可以不同场合就可以喷不同味道的。